呼求你，宣扬你的生命，在这黑暗的时代，你照我们发光，当我们寻求你面，主啊显你大能，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，愿你国度降临，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，我们属于你，都是你的百姓，我们真呼求你，宣扬你的生命，在这黑暗的时代，你照我们发光，让我们心求你念，主啊显你大能，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，愿你国度降临，建立你教会愿你旨意成全。